距离上次我们发行专辑到今天，已经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。那为什么会隔那么久？等一下我请别人跟你们解释。好，那我们5年了，那我们录出了我们的新专辑，叫做 Lucky 十三，就是我们是十三乐团。今天可能有一些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朋友，可是其实我们已经13年了。胡子都长出来了。对，那这张专辑叫 Lucky 十三，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概念，是一个在夜晚迁徙的一个马戏团。所以我们在现场，我们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装置，是用我们美术，因为我跟小雨是学画画的，那我们有认识一些艺术家，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参与这张专辑的制作，所以我们会带着一个小马戏棚，跑遍全台湾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很重要一首歌。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，就像是一个流浪的马戏团从 A 城镇迁徙到 B 城镇，它是在一个满月的一个夜晚，这首歌叫做《跳着舞流浪》，谢谢。